这油啊都是一次性的鱼，就是鲜鱼经过自己腌制加工而成。那这个油煎过一次就不要了是吧？对对对，中午完了事接着就当废油，当废油哈，全部是一次性保证质量。有的人说可以用，可以用是可以用，煎出来的鱼味和那个什么就不一样，口感不一样，口感不一样啊，味注重是质量。辣椒吗？辣椒不要。咱这上面撒的是什么料啊？是自己配的。那个白的是什么？只能跟你说自己的一个秘方，好吃不好吃就指着这个料，这就是鲜鱼哈，一天跟一天走，一天腌一天走，对。这一条鱼大约煎7分钟，6-7分钟，属于半咸口味。这个不是那个柴鱼吧？柴大，肥大鱼哈。啊。相比而言，它俩相比的话，这个柴大鱼鱼肉好吃，鱼品种不一样，做法不一样。那咱这个现在怎么卖的？25一斤。啊，论斤卖的。对，一斤生鱼就是出6两，6两左右。炸完之后，今天上午卖的大概都25左右一条。会炸都会炸，但是都是你的料的好吃不好吃一样。你做这个做了多少年了？今年是第7个年头。出摊营业时间是什么时候的？上午10点。上午十点。到1点。啊、下午是4点到晚上的8点。啊、一天分两次哈。对。像咱这个鱼啊，一天现在能卖多少呢？这一箱子是上午就卖150条，跟我们两口干。啊。忙不过来的哈，一下午在这里卖100条左右吧。啊。最多的时候200条左右。200条左右可多的，这一条鱼啊要卖20-30块钱了。这批鱼大的话就卖20元左右，以前那一批就是。啊，10到18块钱左右，因为咱要货吧，咱也不能看，就是货到手了之后再看。啊，就是这批货质量特别好，鱼吃就吃大，对，肉厚，肉厚，吃起来也香。啊，像这个鱼，人家买回去怎么吃的？就直接那种喝个酒啊。这个鱼最好吃的办法就是配着那个棒子饼子。今年我25岁了啊，他回家自己就这样吃吧，从这边劈开，买了煎饼啊，他自己就放煎饼里，自己这样咬吃。因为这个刺儿都打碎，也不用害怕卡到。没有碎刺哈。对对对。要辣吧？因为我这个煎的比较酥哈，一戳的，因为再加上这批鱼大吧，它一戳它就好咬，咬的比较快。这个鱼的鱼头啊，有的人特别喜欢，是有灵性。这鱼头还能吃啊？对，鱼头是最香最好吃的。这鱼头挺酥。以前用的鱼头。一块放就8条，因为现在不是装黑忙了，我就把它给了。煎鲅鱼，这个是山东这边比较多的，铁板煎出来的。哎，这个鲅鱼还挺大的。它这个鲅鱼啊是25块钱一斤，正常这一条鲅鱼啊也就是20块钱左右。我们这一条鱼呢是21块钱。它这个鲅鱼是腌制过的，就是那种咸鲜味的。然后外面撒了孜然粉和辣椒粉，其中还有一种白色的粉末，我不知道是什么，老板说这是他家的秘制配料。整体来说这个鱼啊吃起来是非常香的，就是那种干香干香的。我们在临沂经常吃的那个叫鲅鱼卷煎饼啊，但它那种鲅鱼呢就是很小的，一点点大，不像它这个很大，所以它这个鱼啊吃起来肉非常厚实。整个一条鱼基本上就是中间这一根主刺，边上是没有那种碎刺乱刺的，全是肉。这个鱼应该配点小酒更好，下酒菜。因为我要开车，要不开车的话真的要来点白酒，这个配酒特别好。这家的鲅鱼啊煎的味道确实不错，太香了，好吃。